哎，不必说了吧。我气死你！我理会他理，你莫气死个侬。我今当气死你啊！你虽然出名是好兵，但出名安怎来打人啊？我来自咱雄关的关，俺待会儿推出精彩节目。这人白个侬，现在支持的这个，这个李坤宏，跟我相对起来，就是咱乐团新生代。黄慧淑。